者罗琳与台北报道，记者保罗路德。黄蜂女伊凡杰林莉莉今在亮庭院户外举行红毯见面会。伊凡杰林一袭绿色斜肩洋装展现女神魅力，保罗路德帅气西装加酒红色领带现身，一出场就引爆红毯尖叫声。两人红毯签名签了将近80分钟，感受到粉丝满满热情的保罗在台上大喊我爱台湾。伊凡杰林嘴甜表示他走了许多红毯，最难忘的是坎城，但今晚台北红毯和坎城不相上下。被问到黄蜂女会想在台北做什么事，伊凡杰林搞笑说他要去故宫偷些翠玉白菜之类的宝物。保罗路德直呼台湾食物好吃，城市美丽，最重要的是粉丝热情可爱。他还在台湾吃到人生吃过最好吃的芒果，再问到知名的珍珠奶茶，保罗老师说我不喜欢。 You are not a fan。 笑翻全场。在红毯签名环节，一位热情粉丝凌晨2点就来排队，主持人艾利克斯 LUL 优特别为他谋福利，将保罗路德拉到他面前，而保罗也为他在漫画 T-shirt 上签名，还有一位女粉丝为签名版做专属封箱预备，诚意感动艾利克斯。他一口气帮粉丝引来保罗和伊凡杰林签名，成为少数幸运集满两个主角签名的粉丝。现场聚集一群 cosplay 的漫威粉丝，保罗伊凡杰林签切签名，在几人头盔上特别有一个小小几人坐在爸爸美国队长肩上，吸引保罗为他签名。保罗伊凡杰林红毯签名签了将近80分钟，更亲切拿起粉丝手机自拍录一首变态魔术，全程挂满笑容超亲民。保罗路德伊凡杰林莉莉是漫威宇宙10年以来第一组登台宣传的英雄，旋风来台3天2夜，走法故宫、霞海城隍庙、龙山寺等景点。几人鱼黄蜂女7月4日上映。几人鱼黄蜂女红毯见面会，保罗路德又伊凡杰林莉莉，记者不顺详涉几人鱼黄蜂女红毯见面会。保罗路德与李佳薇自拍，记者胡顺详涉几人鱼黄蜂女红毯见面会。伊凡杰林莉莉，记者胡顺详涉几人鱼黄蜂女红毯见面会。保罗路德受到粉丝热情欢迎，记者胡顺详涉几人鱼黄蜂女红毯见面会。伊凡杰林莉莉，记者胡顺详涉。Thank you.